这不能两个都选哦。不难不难，选一个。喝无糖的一定觉得这是胖子。那你知道这两个其中有一个是丙种吗？那你猜想当女生是什么？安可吧。狮王爱选一，带你更认识狮子君。想知道球员是猫派还狗派？想要大胸肌还是翘屁股？狮子君们会如何选择？让我们一起看下去。狗派，我是狗。我喜欢猫咪。我是狗。我是狗啊。狗派。狗派啊。小时候家里养那个，那时候我在屏东的时候，我爸妈养了八九只狗。哇，大爆。对啊，那因为我家人很爱狗，然后我家算是那种三合院的那种，我可以养很多只。对啊，就有一排都是全部养狗的。你们就领养的？我不知道就是每次一下课回来，我就家里又多一只了。猫啊，当第一个，当猫啊，你也养猫吗？喜欢狗啦，可是养在家里，我觉得那个狗味太重。而且还要遛狗又麻烦，我觉得每性质不太一样啊。对啊，而且我们比较忙，时间比较不固定的，练球时间可能顾猫会比较简单一点点。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有养狗，它就到处大便，我就觉得很困扰，很不舒服。从小的阴影。对，啊，因为小时候我最小，我都要捡啊，好可怜啊。那是头，头，然后就是打，就是打，是打。还有，如果两个的话，我都可以啊，这样子。但是奖品呢、啊？奖品？为什么？玩贴了吗？奖品呢、啊？打者比较帅啊，钱就多啊。还是选奖品？因为是一张投手啊，是有一个打者梦，你知道？所以你前一次打？刚刚。刚刚打不到外野。投个大鼓吧。就是我觉得其实投手就是蛮容易是那种全场的焦点嘛，因为就是要先从他开始，对，然后你又可以投得很快，然后又可以三振打者，我觉得蛮想啊，只是没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投一下大鼓。因为我本身是投手啊，而且我不会打击，然后我觉得站在打击区好恐怖啊，就是你不小心惹到投手杆，你就被丢。是，那我当然要当丢人的那一个，所以我选大鼓。为什么都是奖品？我还是想手背。所以手背才是你的。除非我身高可能再长高十公分，可以考虑一下当大鼓。现在先不用。你没有投手吗？对投手没有兴趣。他只想当巨炮吧。国中失一阵就没有再丢过。那你现在如果丢的话，球速？130就要偷笑了吧？应该130了，基本的都有。确定呢？去了。如果下辈子可以选的话，你想要当男生还是女生？一样的长相吗？但是男生啊。男生好了。啊，不男不女，一定是女生啊。我女生。绝对女生啊！男生很辛苦，而且现在的趋势就是女生比男生更有权。现在女生讲话比男生更大声，以前是什么大男人主义哦、喔，没有，现在是大女人主义。那你猜想当女生是什么？安可吧。是吧？还没问到他。还没问到他，那叫他留长头发。谁哦？女生哦？杰宪吧？对吧？厉害哎！因为杰宪都会想要跟人家不一样。想当男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女生真的很辛苦，就是她们天生很多事情是她们没办法掌控的，所以我觉得当男生，我继续照顾女生就好。我应该会喜欢长发，就是短发你会觉得看起来很有感觉，可是久了你还是觉得长发会比较好一点。这很吃脸型哎，没有啦，乱讲的啦。短发控，我是长发控。女生，我是喜欢长发。那你自己如果是男生的话，你想要留长还是你喜欢剪短？我现在想要留长看看，因为人生没有长过，想要留。像安可那样。
你那太扯了啦。这还要讲吗？哦。做男生留长头发，我当然是想要留长发，但是前提是我头发是直的。短发，因为我留长发的话，应该是动力火车吧。那你有留过吗？没有，三年级前有啊，因为三年级前头发还是直的。啊？为什么三年级前头发还是直的？我真的说三年级二三年级国小的时候，就头发就突然变自然卷。真的，我弟弟也是到小六才变自然卷，小六毕业。那你还想要留回长发？一定会有，一定会再留回来。好，时间。请问一下，有什么差别吗？他们两个头发不是就一样吗？他们两个都有那个帅度啊。可是这个长发留在我身上的话，能看吗？有啦，三十年前的话还可以看的，现在这种不能看的。这个为了我能够上场，我还是投一下志刚呗。但是志刚，但是志刚啊，学长哎，当然是神拜的啊。两可太那个了，我投安可票，而且我喜欢太女生的啦，不喜欢，我觉得安可比较帅。看这个趋势，就应该是会蛮空的啊。不行啊，安可那个。虽然长得帅，可我觉得他驾驭不了。长得帅，可是这还是短发比较好看啊。我想留卷一点的。我想当这个安可美贴我贴一下好了，好可怜哦。啊，这样子卖的。那我跟安可不好。哈哈哈！你们又吵架了？没有了，直接讲出来。没有了。安可的比较乱一点，而且他的很卷，不好整理。志刚神麦看起来比较，志刚神麦看起来比较有型，比较顺，嗯，对，他比较有型。那你没有问过安可为什么可以坚持那么久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在坚持什么。他想当改业，杰先一直讲说，到底是要剪头发呢，就很坚持那样剪。他想当女生吧。炸！小叮当比较万用，比较万能一点。那这个就是感觉，因为整天打架的感觉。所以很适合静凯。静凯高中的时候蛮适合的。我当然要小叮当。我花样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小叮当啊，你爸我就像陈琳一样啊。他不知道想当小叮当。啊，因为他就是那个太有力量啊，他没有脑啊，所以才要当小叮当啊。我觉得我单纯只是想要一道任意门。单纯只认一门，为什么想去哪？啊？因为好像很蛮方便的。我不是说看偷看静香洗澡吧？没有，静香偷看你洗澡。哦，偷洗澡，就好像蛮方便的啊。韩剧跟日剧啊，但可是不一样，都很好看呢。大家都喜欢的韩剧，看韩剧啊。韩剧应该韩剧吧？韩剧好了。有没有推荐一部，或是最近在看的？推荐哦，那个《黑道律师》文森佐，很好看啊，女主角又很正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有那个恋爱的那种感觉，我喜欢看那个爱情那种的，像那个《禁忌之国》嘛，很好看的。对啊，韩剧就是他不是很爱演那个僵尸片嘛，僵尸校园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很多很多僵尸片的日剧。为什么？因为比较喜欢日本的风格，不要男生长头发日系的。那我看你们那个加油动作，你是因为有看那个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抖音啊，那个抖音或就是 IG 什么都会一定会播。哦，所以你不是有看那个日剧？这次我连看都还没看，听说蛮好看的，我在找机会。喜欢吃饭还是喜欢吃面？喜欢吃饭，因为我外号叫饭桶。哎呀，你还怎么爱加笨呢？为什么爱加肉霸笨呢？那就吃面啊。吃饭，我也是吃饭，就是吃饭。我觉得饭比较香，好吃的饭你不用配东西，单纯吃饭它就很香了。但是面我倒觉得还好。你没有为什么啊？就我觉得吃饭很容易饱，而且都吃到有肚子了，
所以改吃。对，吃面不会吗？慢吃，没有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饭一次都会吃很多碗，馄饨面最好吃。对，一餐可以吃很多碗。现在不行了啦，以往选手三碗四碗是基本。一直口臭跟一直放屁。我选择我的专长啊，都放到我女儿跟我儿子都在骂我了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女儿的那个嘴脸。那不是这样都是臭吗？放屁！你们很有默契耶。放屁啊！为什么？不一定放屁，不一定都是臭的。你有想过？有香的也不是香的啊，有没有味道之类的吧？很难吧？放屁。放屁是对身体是好的嘛，但口臭的话是我自己觉得是卫生不太好。对啊，选这个应该生病了吧？你要看谁选了、啊。我选口臭了。选这个应该生病了吧？不要跟别人讲话了，也不要放屁给人家闻。我选口臭好了，口臭可以吃那个啊，清心定啊，清心定。对啊，就不要讲话了，都不要讲话了，也不要放屁给人家闻了。这我在巴士一直放屁，你会被杀死。我超爱放屁的，一定是选放屁。他那天打我下一棒啊，然后再加一哦，他打我下一棒，然后我是上一棒嘛，然后我走上来的时候我就噗，然后踢打起之后，然后竟然就唐照，哇，很臭。然后第二打起我又一次，竟然就下一棒呢，哇，唐照。太离谱了！继续。饮料喝有糖无糖？可以切中间吗？不可以，只能选二选一。这很难选的，这真的很难选。有半糖吗？没有。三十岁之前有糖了，现在基本上出不糖啊，无糖了。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了啦。因为我不是台南人，台南人吃的店全部都全糖，那就无糖好了。早上分子，你贴得很靠近有糖。因为我都喝微糖啊。那其实是有糖。没有没有，那是介于中间，就在台南算无糖了啦。他们会觉得这个不甜啊，对吧？对吧，这样子没有错吧？我在跟这个老婆交往之前，绝对是半糖以上。对，可是现在就被一直被念到现在变微糖。可是我无糖也喝啦，可是你每天我每天一定要喝到有糖的饮料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年吧，去年底还是今年初，那我想说我要控制体态，那我发现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没有喝糖，然后我在早上去训练的时候我头都会晕，然后我就讨论到跟训练师讨论到，训练师说因为你身体已经习惯有糖了，所以每天至少要，譬如说你喝一罐那种铝箔包的饮料就要有糖。因为我发现我喝完运动真的头不会晕，所以就不是对我身体就没办法。对，哇，比较常喝哪一种？我喝无糖。比较常，我好喜欢有糖，但是最近只能喝无糖。无糖，无糖，我蛮喜欢喝那种绿茶这种的，就是因为小时候都会在家泡茶。啊，泡茶，茶叶本来就没有什么糖，然后就喜欢这个味道。回甘吗？茶力王，就像现泡。吃东西会加辣还是不辣？辣，加辣。辣，他不加麻辣，所以要吃辣。就是蛮辣的，就是从小就吃啊，就没有辣就觉得受不了。像我那时候。他们都在减脂，就是可以不吃那种油，但是一定要吃辣的，没有辣就是很难吞咽的感觉。我选不辣，因为本身还蛮怕辣的，我都会被带自己，我都会被姐姐他们笑，说不会吃辣，吃辣很正常啊，就是不喜欢隔天肚子那种感觉，蛮辣的感觉。我通常都吃不辣，可是。也是跟我这个老婆交往之后，到现在，我现在比她真的会吃辣，就是之前的麻辣火锅那种我是不敢碰，然后连吃咸酥鸡那种小辣我是没办法，然后现在是小辣完全没感觉。会加辣啊，会加辣。吃很辣吗？小辣。球队人吃很辣吗？很多啊，很多啊，他们会自己带那个
小米椒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自己腌的那一种煮节啊，炸煮他们都很吃饭都会配啊，就拿一罐然后在那边倒，我是不敢吃啊，那应该很辣。大胸肌是要翘屁股，我想要有翘屁股，我也比较喜欢翘屁股。为什么？屁股哦，屁股是力量的来源哦，对啊，所以屁股越强壮，球应该可以丢越快。对啊，大胸肌好好。都不要，好想当少庆哦。这个不能同时拥有吗？小孩子才做选择呢。只能选一个。哦。因为这就是二选一。那。我要选这个，那我选翘屁股。那为什么你是选？因为这个我自己就有了，这个还在努力中。各位观众，可以说谎吗？真的、啊，这个我已经有了。哪里？屁股啊，翘屁股啊，翘臀，这个还在努力中。对。没有。我屁股有了，我有翘屁股，就选一个没有的，加强。加强一下，对啊，还是已经都有对？没有啦，我应该会选大胸肌吧，好像要大胸肌。如果要美观的话，其实我这两个如果从穿衣里面，我觉得这两个都还不错看。但是我把这个问题回想到我这个运动里面，胸肌不是很重要，但是屁股很重要，屁股。关系到你的速度跟你的爆发力。我觉得我要选面罩，因为是靠脸吃饭吗？不是，就是感觉这边机遇比较大、啊。这边的话，你还可以这样哦，夹一下，可能还可以。面罩，你要承认自己不是靠脸吃饭，靠脸吃饭的。啊，靠脸吃饭弄面罩，靠脸吃饭啊。摄影机要镜头啊。没有啊，当面的靠脸吃饭，当面罩刚好吧。不行，不能遮住我们可爱的脸，打到脸就饿死了。宁愿帅死也不要饿死。面罩，没有戴裤裆打到，怎么讲？没有人知道你是有什么样的疾病还是什么，但是你打到脸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哎，你的脸怎么会这样子，会也比较危险啊。对，而且靠脸吃饭是尽量还是保护。但是。为什么你先说？以前我不是靠脸吃饭的，我还是要传宗接代，打到可能就下课了。这个护挡就夹好就好了，就夹好啊。脸不行哎，脸打到就掰了，真的。啊，脸打到可以整形，看变丑。再来来不及了，这很痛哎。像我这种靠脸吃饭的人，当然要面罩啦。我起码有囡啊，我起码有囡啊。那前提是我生小孩了吧？我应该还是会用面罩吧，小孩子还可以，还是可以用做的。